低啊！以孫逸仙為首嘅革命亂黨已經引發咗全面嘅動盪，睇嚟亂黨嘅勢頭越嚟越猛。楊四，你傾呢幾年嚟，聖夢大人提拔將我視為知己，能夠同大人並肩作戰，謀策政事，係下官嘅榮幸。我又點會驚啊？難得，難得你肯為朝廷效命，亦肯同埋我一齊拼命。係啊，大人。我真係有啲唔明白，大人點解會應承格格將陳麗又放走咧？我亦都唔明白。我唔明白點解我娘親貴為格格，竟然連命都唔要，會維護一個咁樣嘅人，陳大佑。但係我亦冇話過以後就咁算數，我只係話前事不計，一日為賊，終身為賊。只要陳大佑再錯一次嘅話，我就會捉佢，我就會攞佢嘅命。陳大佑，佢仲有佢嘅利用價值。娘親，靜兒，我要翻京城。翻京城？你唔係話中意留喺廣州嘅咩？心灰意冷，兩母子芥蒂越嚟越深，距離越嚟越遠，冇嘅。你一直憎恨額娘，我點會憎你啊？娘親，你我嘅娘親，我點會憎你呢？咁即係，如果我唔係你嘅額娘，你就會憎我。當初你執意要我翻京城，而家我要翻去啦，你又話唔好。靜兒，我哋應該好好咁傾下先得。在你的心裡，你是不是一直認為阿嫲是啱的，額娘是錯的，你偏幫她，責怪我？有一個秘密一直在我心裡面好多好多年，我话俾你听，千祈唔好讲出嚟，秘密最好唔好讲出嚟。我終於可以堂堂正正咁樣外出啦！我依然受到監視嘅咧。格格，啲茶沖好啦。點都好過我以前偷偷摸摸出嚟啊！你話係咪？你睇我呢個仔幾細心，幾孝順，保護為名，監視為實。哎呀，行开啦！做咩偷听人讲嘢啫？我同老朋友倾偈，使乜你八卦？哎，你翻去同纳兰大人讲，话你听见我喺度讲佢好孝顺、好细心，知道未？哎呀，你企远啲啦，见到啦。
我幾十歲人啦，一舉一動都要俾我仔監視。我呢個仔啊，哼，簡直係機關算盡，都唔知道佢喺度算啲乜嘢。算我啦。嗯。白能正擺明唔想放過我啦，佢知道你會繼續同我來往，咁咪監視你，同時監視我。哦，我呢位好阿哥真係夠用心良苦啊！梗要啦，如果日後再行差踏錯，佢要拉啦，我咪坐監。三年唔可以重頭嚟過，我會珍惜你幫我爭取翻嚟嘅機會，我唔會令你失望。人生得意須盡歡啊！你想做條魚，我都想做只雀啊嘛！太平盛世嘅時候，邊個唔識得舉杯暢飲？最緊要喺仕途不安、人心惶惶嘅時候，依然識得自己舒緩下心情，咁先係叻仔叻女啊嘛！講得好啊，我完全同意。得閒的話，不如你嚟參加陳家花燈舉辦嘅花燈盛會。花燈盛會？中秋月夜，荔灣河畔，觀燈賞月，你唔會錯過啩？唔會，咁好玩嘅嘢，我點會唔嚟啊？一定嚟。佢嚟唔嚟啊？好聲行啊！老闆想買啲咩啊？隨便睇下。做咩？你失驚無神喺我後面出現。你係個失驚無神嚟突擊檢查。你咪嚟買花燈㗎？唔買都歡迎喎，上去飲杯茶。放心啊，大爺，我呢度唔係亂黨基地喎，唔想周圍睇啊。埲牆都好唔喐噶喎。我冇諗過呢度會有亂黨，你呢種人大賊就冇你份。不過你有冇聽過？如果有人打荷包，都可以拉去衙門斬頭。大人，中秋將至，三日之後我哋喺荔灣河畔舉行花燈盛會，得閒嚟睇下，一定好熱鬧。熱鬧嘅地方一定人多，人多嘅地方一定有人打荷包，話唔定俾你捉到個啦。做咩啊？感冒啊？有冇發燒啊？小心啲。呢個細佬唔係咁好相遇喎。三兩有嘅，我冇事，仲話冇事？我睇你隻眼都紅曬啦，好好地休息下啦。我唔使你咁好心，我係屋及烏啫，格格對我好，我咪對你好少少。格格對你好，唔代表我會對你好。你最好以後行路小心啲，千祈唔好跌親。你已經步步為營啦。你睇過未啊？睇乜嘢？睇睇下，我哋兩好似有啲似。你唔覺我哋兩個對眼都有啲似？你就想？你再咁講嘅話，我將你對眼畫出嚟，你信唔信？我梗係想啦。你係大官，我一介草民，都唔使畫人對眼出嚟咁嚴重啊，兄弟。咩兄弟？邊個係你嘅兄弟？我真係會畫你對眼出嚟嘅。傾下係咪啊？好，我就同你傾下。陳大友，聽講你以前好有錢嘅係咪？係啊。
點有飯？你一年揾幾多？你講。一個七品之院年俸就四五十兩到啦，糧谷就五百成。一個州府年薪就大概千五兩，糧谷就五千成。你一個都督頂多成大十零倍，咁即是話頂籠年俸萬零噶啦。計得好準咯。冇理我準唔準啦，總之揾得多過你。咁後來咧？破產啊！老天爺有眼，俾多多次你呢種人，只要俾你做多啲壞事，老老實實啦，大家當係傾偈，你唔好介意。大家傾偈。你有乜嘢未做過？盜取官銀，當街搶劫，威脅格格等等，做咁多壞事，你唔驚？有報應喎，你唔驚冇人同你送終？唔會喎，我無常好乖嘅，第日實同我擔翻買水。個仔係你嘅咩？唔係，我老婆同人生嘅。不知廉恥，都唔係點啫？唔發生都發生咗啦，我老婆都死埋咯，唔通仲去怨佢咩？真正嘅愛係原諒，兄弟。我警告你不要再叫我兄弟，我萬箭穿心，我都不會跟你做兄弟。你是執著？我執著？我執著就是因為這個世界有你這種人。我這種人和你這種人有什麼不同？沒不同，大家都有良親，不過我是兵，你是賊，就是這麼簡單。認吧，大家都有良親，大家都是良親，大家都是同一個良親。你說什麼？記得吃藥啊，早午晚餐，夜晚睡多張被，不要再動身。走先。人呢？
去那邊找。去。是誰救我呢？你給我一條生路，我下我還錢給你，大家互不拖欠。未試過救人救得那麼鬼鼠，這個小孩真的。是你，你放他走，你為何逼他走？你不記得他是殺欺人的兇手嗎？你忘恩負義。半斤豬肉，無多無少，下次再嚟，有多無少嘅，下次再嚟，我俾多啲你啊！死佬啊！你老婆喺嗰邊啊？係啊，呢度睇咯，天氣熱啊，飲碗湯啦。好啊，多謝。飲啊！飲啊！飲啊！你飲啊！咁嘅啫，飲碗湯。啊，六仔，啊嚟啦！啊，呢台客人要乜嘢？係，馬上去。我同肥仔作咗一个新嘅古仔啊！等阵间咧，我说先，然后吸引客人嚟呢一度，好唔好啊？第一，你说书吸引客人咧，系帮老板唔系帮我。第二，你今日唔系要上学堂啦咩？迟到啦喎！系喎，哎呀，肥仔啊，就迟到啦，快啲行啦！哎呀，你头先讲咩啊？我唔系好明喎。你話雪書係幫老闆吸引客人啊，唔係幫你吸引客人咩？唔係幫你，咁你唔係老闆咩？老闆咪係我有份禮物想送俾你嘅，明嫂。嗯？今日你生日？唔係啊，係你生日啊。唔係我生日，咁送咩禮物啊？榮記，榮記，我打算將個鋪送咗俾你哋。哦，哎呀，咁點得㗎？呢份禮太厚啦。絕對唔會。我第一日嚟到廣州嘅時候，如果唔係得榮嫂冇上我死咗，如果唔係得你俾個豬扒我哋瞓，我哋一早已經凍死街頭。嗰陣時冇上，一歲都未夠，而家冇上都五歲啦。呢五年嚟。是我呢一生入面最難捱的時候，你哋陪我度過嘅。咁一間鋪，區區一間鋪，算得咩？再講啦，我已經諗通咗啦。世間上有邊個可以叻得到臨死嗰日啱啱好使曬自己袋裡面嘅錢？冇嘅。既然係咁，咁攬咗咁多嘢做咩？不如我俾心機打理好花燈店好過啦。大友啊，我啊真係從來都唔信，真係有人可以飲醉之源嘅。我飲醉之源都係因為你哋雪中送炭嘅。嚇，好好地將榮記做好。嗯，一定。我哋系几咁幸福，几咁幸运啊！呢个机
我哋应该好好珍惜呢一个机会，唔好辜负父母对我哋嘅期望。好啦好啦，开始上课啦。呢位小朋友你叫咩名啊？我叫毛常。毛常。加名好快啊！系啊，佢叫毛常，系黑毛常，我系白毛常，我哋两个就系黑白毛常。黑白毛常到底系人定鬼啊？叔静叔静，开始上课啦。哎呀，送嚟啦嚟啦！哎呀，哎少爷可以开饭咯。等，周辉同阿柳叶仲未到。哎呀，你睇下，哦，咁嘈嘈嘈嘈就到啦，嚟啦嚟啦嚟啦！有人迟到啦，爷爷我终于都嚟啦。大爷，唔好意思啊，你迟咗。做咩咁鬼迟噶？都系佢咯，咪咪摸摸咁。佢平时唔系噶，好快手快脚噶。佢身子唔多舒服。咩啊？咩唔方便啊？佢已经有新人4个月噶啦。恭喜！嚟嚟坐，快啲坐低，快啲坐低。嚟坐。哎呀！连小文都开心啊！坐啦！爸爸，姑姐唔当你系朋友啦。点解？因为佢有咗。咁耐先话俾我哋知，人哋啱啱先知嘅咋，冇可能喎！姑丈头先话已经有4个月啦，咁耐先话俾我哋知，人哋啱啱先知道有咗4个月，咁4个月之前呢？4个月之前，人哋搞啲嘢，做啲嘢。你哋搞咗啲乜嘢啊？爹爸，我而家就要你教我。啊！一个人咁样打麻雀，会唔会太无聊啊？就系因为太无聊，咁你陪我打。好，我就同你打一圈。好啊，嚟。打边只好呢？我知道。你咁犀利，咁我偏偏唔打嗰只。八筒，七筒，已经再唔系秘密啦。你知道我食咩糊咩？我一早就知。真嘅？咁我就要改下打法啦。同桌。太迟啦。你的秘密我一早就知道。九文，你知道什么秘密啊？仲是红中。12岁那阵，我就已经知道。记得有一晚，阿爹饮得好醉，回到家，然后入了我间房，在我床边不停地哭。喊得好犀利，
跟住佢乜嘢都講曬俾我知。佢究竟同你講咗啲乜嘢？關於你同另外一個男人嘅故事。大人，南方各地亂民亂黨相繼發動起義，局勢應一發不可收拾。提督府那邊很多新軍渡過湘，加強了亂黨的力量，形勢已經十分之危急了。不得，除非皇上有旨，否則不得擅離職守。況且朝廷已經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，亦即是說大清帝國萬世一系，皇位永固，內亂可寧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更加不可以讓亂黨有機可乘。亂黨的據點在盤龍里，那裡地形複雜，街巷交錯，好難進攻的。找個人帶路就行了。找誰人帶路？等，唯有等，就自然有蛇入洞。喂，放我出去呀！
個睇下。少嚟飲茶，唔該。等人啊，約就約咗啦，唔知嚟唔嚟啫。你約咗邊個啊？唔止一個噶。大家少爺。嗯。點啊？大家俾革命黨啲人捉咗去啊！佢哋用大家嘅性命嚟挑釁萬能大人啊！係緊張嘅陳家巴登嚟噶，快啲幫少爺，少爺。原來大人講嗰個帶路嘅人就係陳大友，你估中咗。奉提督大人之命，有請納蘭大人到提督府，有機密要事商議，請你馬上去。正叩见提督大人，唔知今晚召我嚟系咪有紧要事要商讨咧？哼，你估下？圣旨嚟咗啦，唔通朝廷要我哋合作一齐捉拿乱党？哼，聪明，人嚟，在。扣押犯人，点都要扣押我。圣旨下，副都统纳兰正办事不力，屡犯错误，平乱失察，监守自盗，中饱私囊，包庇罪犯，即时还押，由六路提督吴炳主持审讯，卑鄙小人。哎呀，李官，你好，左。九官，清政府丧权辱国，将足六权出卖俾洋鬼子，真系丢晒我哋中国人嘅面啊！杀死他们！杀死他们！杀死他们！我想问你一样嘢，纳兰正娘亲真格格，系咪俾你捉咗？共同奋斗，应该冇。你换我哋嘅权力，杀死他们！杀死他们！罗宽，嗯。要你等我，你等我想想，纳兰正娘亲真格格，系咪俾你哋俘虏咗？冇啊，冇咁嘅事，我哋都未打提督府。我翻去先啦。埋枪炮，哎，老六，你去买炸药。哎，唔通纳兰正彻头边个唔错？招兵买马，为我哋嘅革命出力。如果系，我哋杀你。为革命出力，为革命出力。纳兰正，你再不招供，你休怪我严刑敲打。你公报私仇，今次睇下仲有边个同你撑腰。你嗰个尊贵嘅娘亲真格格，今次都保你唔住啊！卑鄙小人，大人，杨成死都唔肯签押认罪。杨成，杨成。反押去刑场，天光之后处斩。我娘亲，我娘亲系格格，系贵族。你凭乜嘢斩我？哼，冇错，你娘亲系格格，
但是你父亲纳兰德是平民，不是王睿，而你包庇元党，密谋造反。现在我证据确凿，圣旨在手，只要我判你一个谋反的罪名，就可以定你死罪了。小童，你去睇住啊！我揾少爷啊！你边度揾啊？又唔知佢去咗边？少爷，少爷啊！你去咗边啊？点解唔该先生嘅？爹妈，你翻嚟啦！真实噶，我冇翻嚟揾到我。冇啊！佢又出事啊！兄弟，有个好消息话俾你知。咩好消息？被捉嘅唔系格格，系纳兰精。纳兰正已经被提到吴炳定的罪，一高就押到刑场处斩。心爱你，你呢只老狐狸陷害我，我死不足惜，我唔甘心。纳兰正就话，因为你哋懂得官官相卫，做官嘅就要八面玲珑，至可以左右逢源，更加要懂得看风洗头，懂得骑墙。食者生存，而家你哋怕已经太迟啦。我纳兰正一生忠君爱国，纳兰正。你受死了，走。发生咩事啊？你嚟走，快啲。发生咩事啊？快啲嚟啊！嚟，快啲！你叫边个救我？我唔想不明不白，就有人救我。系咪你唔想不明不白杀人奸计啊？讲啊！放箭！
都咁大胆，你爷咁嚟贴法场，同我捉住佢。答文静，你哋三系死，将佢拖过去，我继续找。我都系。阻止他！